下面是我们的老伯表演，骑 KTM 1XC 哦 ，XCW300 挑战这个非常牛逼的大坡。大坡的弯道非常笔直，它有接近70度的拐弯，在他的无限努力之下，他成功的上来了，牛逼牛逼！他屁股左扭右扭，终于他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差一点摔在那里了。